游全世界，环绕了一大圈，翱翔在天边，等我去冒险，带你看世界。这是哪儿呀？月儿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呀。你看。金海超极地海洋公园，你说班尼能量地会在里头吗？就是，哎，那边有北极熊，要不我们过去问问他？好啊，走。北极熊，哇 ，Hello， 北极熊。Hello。对了，北极熊，你知道班尼能量地在哪儿吗？哦，知道。我看看。如果想要获得班尼能量币，请教会海豚跳舞吧。哦，原来班尼能量币真的就藏在这里。可是我完全不知道班尼能量币具体的位置呀。你能给我们点线索吗？给我做好吃的，我就告诉你。好吃的，没问题。Let's go！ 班尼看世界，带您去冒险。哇，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大了吧。你看这什么鱼啊，好大呀。哇，太酷了。你快快，北极熊跑了。等等，我们环绕了一大圈，翱翔在天边，跟我去冒险，环游全世界。我绕了一大圈，翱翔在天边，跟我去冒险。接下来要给北极熊做午餐啦！好，待会搅拌就 OK 啦。好的。那么现在这里就是搅拌好的胡萝卜，还有我们的青鱼，还有多春鱼。没错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另外一个蓝色的盆子里，这个是玉米面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大豆。大豆，然后这个是小麦，真的营养非常丰富。是的，月儿，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呢？老师，你可以帮它倒进来吗？没问题，来。我们把鱼泥还有胡萝卜跟我们各种谷物呢，均匀的搅拌。搅拌。现在我们搅拌的已经差不多了。没错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重头戏。嗯，怎么样？就肉饼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取适量的。好。这个食物，然后用手团团团，像这样呢就差不多了。我们先把它放到旁边的烤盘上来。好，放这边。爸爸，现在呢已经制作完成了，对，要把它放到烤箱里烤一个小时哦。来吧，一个小时 ，Go go go！ 好 ，A few moments later。来，快尝尝我们的手艺，对不对？谢谢你们。吃得饱吗？饱了，饱了。啊，既然吃得这么好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海豚在哪儿了呢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月儿，我知道了，美人鱼玩偶是线索。啊，懂了懂了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只要去找美人鱼就好了，对吧？走吧。走。谢谢你，北极熊。北极熊，拜拜。我们先去找美人鱼了。拜拜拜拜。走路。拜拜。
好神奇，光月，你看，这是电摇。哇，原来这个就是电摇，它的嘴巴还有眼睛在微笑哎。对，你看它翅膀是一边一边这样摇。那是妈妈在教孩子吧？没错。哈，马叔，是吧？美人鱼！天哪，吓我一跳，走！哇 ，Hello！ 美人鱼，天哪！哇！太厉害了！我太喜欢它了。爸爸，你知道小海豚在哪儿吗？海豚？哦，那边。谢谢。我们进去看看。好。哇。Hello。你好，可是你是谁呀、啊、？Hello。我是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的海博士。哇，海博士你好。海博士你好。哦，对了，海博士，你知道海豚在哪儿吗？我当然知道啊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要先给鲨鱼宝宝接生哦。啊？给鲨鱼宝宝接生？接生？就是鲨鱼宝宝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了。海博士，这个就是鲨鱼的卵吗？对，今天我们要接生的是叫条纹斑竹鲨，俗称这就是小狗鲨。小狗鲨，拿出这个卵呢，就可以看出来，看小鲨鱼就在这里。哇，好神奇啊！真的是可以看到轮廓的。对的，没错，是这样，我们就舔它边边是吗？对，这是硬壳哎。咔刺的声音。然后舔开了。哎呀，我们期待一下我们的小狗鲨